嗨，君玛，《仙境传说》艾卢初见，这游戏真的是多灾多难，要经历7749个断线，然后重连这样。好啦，那节日活动的绵绵岛补给要记得去领取哦，而且他只可以来这边找他领，那是看在线时间。那我终于懂了，就是他每天这个游戏每天日更是5点，那日更的时候，他会按照你所选取的东西，然后乘以骰子的数目，这样子。比如说我昨天选的是这个，那我摇到是二，那就是3×2=6，这样。那这个东西是三嘛，那看我明天日更之后摇到多少，那就是3×几，我就可以得到几个这个绿，这样子。好，弄懂这个之后呢，未来个第一天，新手第一天要干嘛？太好了，零经验零基础，然后零经验零基础跟零什么？好，反正就是很多零就对了。第一天呢，我跟大家讲过，就是尤利卡的部分可能打不过。对，那我其实昨天做了尝试。9月15号的时候做尝试，其实是打得过的，可是我没有打过。我想说留在第二天的时候跟大家报告一下。那你第一天结束之后你会长这样，对，好，截个图吧。你说，你的装备的部分。你应该都做得出来啦，就是灵巧，然后跟强化连帽、披肩这些，我不一一念了。然后从这边看会比较快。手册里面有个装备图鉴，我是按照这个去做的，30到39级这个。那我就是选灵巧加最多的，因为灵巧所给予的那个咏唱的时间呢，会减比较多，所以我都做这几个，没有强化系列，强化钢盾啊，强化连帽披肩啊，然后强化战士长靴，然后跟什么强化长大衣这样，啊，然后灵巧加最多的精灵魔杖，所以呢，你今第一天结束之后就会长这样，然后长这样还不打紧，你还需要去弄一个装备叫做魔法师。帽图纸这个东西呢，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会送你。那送你之后，你要最主要是要打动物外皮，然后你按获取就会知道说有哪些地方可以拿到。这些应该都没有问题。如果你摸够，就是把这游戏摸熟的话，然后粘稠液体也是。我是打冰蚁啦，因为水属性打火。这样子，那顺便跟大家讲一下，我最后终于弄懂了手册里面的魔物图鉴。你在这边有写1到20级你可以打什么，然后21到40级你可以打什么。对，那刚才打这个沙漠鼬狼火属性的，然后你可以用冰去打，这个很快。这个28等我是用4等的冰，就是你的装备做出来全部强化系列之后，然后全部37等，你就可以用4级的冰剑、水剑、冰剑术、水剑术、冰剑术去打，很快。它那个大概0.8秒吧，反正就是一直啾啾啾啾啾，所以你大概1秒钟会打一只，所以在制作方面是没有什么问题。然后冰蚁的部分再打粘稠。液体的部分，你就是用大概7吧，如果七不行就8，就是6到8，看你的装备等级。对，好，那就可以做出这个魔法师帽，所以我们来做一下吧。我要找他换，我按就有，所以这个游戏真的是要跑很多个地方啦。你看，像那个现在的那个节日活动。你也要跑去找绵绵岛的那个 NPC 领。好，兑换。
截个图哈，然后不啰嗦，放弃厨师帽。虽然它灵巧加二，可是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什么差别。我看一下哦，现在我的详细资料这边，咏唱速度趴是79%，会不会到时候换了帽子之后就更低？这是有可能的。诶，好像没有，一样79%，可变咏唱减53%啦。所以厨师帽这边，哦，可变咏唱54%。好吧，那差那个一趴，应该是有差啦。可是加了魔法攻击力，好吧，那就魔法师帽吧，因为差一趴，可是魔法攻击差蛮多的。好，OK，那再来，我们去打个尤利卡吧。而且我需要抽宠物，对不对？因为目前我的宠物还是一开始送的那个疯兔，然后跟小老板召唤的部分。好吧，我们下一集来抽个宠物好了。然后打尤利卡的部分呢，来跟着我这么做哈。你只要两招十等的就好，一个是冰箭术十，一个是火箭术十，好，就这样，其他的就不用再多加什么了，像什么什么魔法防护能量啊，还是治疗术啊，都没有意义，反正就是一直用魔法轰它就对了，那你就站在原地轰它就好。就像这样，这应该是第一天要做的事情呢。对，只是我第一天没有做，想说慢慢来，又不赶时间。哎，为什么尤利卡是没有打赢？还是要抽完宠物再打尤里卡，15秒，11秒，可以的啊。再一次，再一个。还是没有。韦夏命，谁能够告诉我？差那个1秒钟真的有差呢哦。持续轰他，持续轰他，多试几次吧。因为我发现他每次打出来数值也不太一样，6秒、5秒、4秒、1秒，还是不行。好吧，我们下一集宠物抽一抽，看可不可以打过尤里卡。好，爱你们喽，嗯。